佢卅七蚊，啲好喎，算好嘅咧，算好啦。富庶嘅香港基層嘅長者，我呢唔想攞當户，我想呢自己去揾啲錢留到以後幾十歲自己用。 初出嚟咧，瞓麥當勞咧，老實講真係瞓唔着，瞓咩啫？點瞓啫？趴喺度，坐喺度，坐喺度坐到咧腰骨又痛。人口老化不可逆轉，貧窮長者係咪只會越嚟越多啦？ 呢度系深水埗医局街一个垃圾站门口。朝早八点几，已经有好多人喺度摆地摊。十几档地摊，无论系摆档定系帮衬嘅人，唔少都系上咗年纪噶。包括佢七十七岁嘅邝婆婆，摆地摊揾食都唔系咁容易。食环署小贩管理队嚟到，个个都要即刻执嘢收档。 咁点算啊？依家点算啊？而家点算啊？而家咪点系好啊？佢兜咗个月再跛咯，系咁咯，冇办法咯，梗系攰啦。佢搬到腰都去唔到啊，好难做，好难搵食啊。邝婆婆行动不便，净系执嘢已经用咗大半个钟。呢个坐喺路边嘅伯伯系婆婆嘅丈夫，已经83岁。 白伯11年前脑出血之后，认知能力受损，婆婆摆地摊，佢就坐埋一边。系啊，我都唔知有冇嘅，要兜好难揾啊！有啲差佬去搵啊，行过关马路佢唔使路瞓啦。等咗2个钟，小贩管理队人员终于收队，邝婆婆就把握时间再开档。 佢买嘅嘢全部都系街坊唔要嘅衣物，日用品同埋电器都有。阿姐要唔要啲啊？啊？嗰啲啊？嗰个滑板车位咧，唔该。后边仲有成桶嘢喎。哦，系啊。嗰只皮夹位咧？婆婆两夫妇有一个仔，但系收入唔高。两老嘅生活费只有每个月一共2700蚊生果金，同埋摆地摊赚到嘅钱。 睇下你嘢先，得唔得？得噶，得噶，阿姐，啱嘛？4蚊都冇噶啦，你睇下。5蚊啊，5蚊啊，5蚊，嚟俾你啦，俾你啦。哎呀！佢退休前喺酒楼做杂工做咗几十年，条腰严重劳损，9年前跌亲之后就再做唔到嘢。 买阿汉你就夹埋唔好做，如果冇做仲继续做嘢啦。婆婆，我心话今日你卖咗几多钱到啊？买37蚊，啲好喎，算好嘅咧，算好啦，唔好变埋10几蚊啦。卖咗大半日，婆婆赚到啱啱够买2个饭盒嘅钱。 人口老化个结构性问题咧，我哋不可逆转。咁所以呢个咧，都系好大挑战。香港人口老化越嚟越严重，65岁以上嘅长者由2016年占总人口1成7，预计增加到2036年嘅3成1。政府扶贫措施有唔少都着墨喺扶助老人嘅生活，例如。 向关爱基金注资150亿元，推行长者2蚊乘车优惠，制定贫穷线，设立长者生活津贴，将医疗券计划恒常化。但系贫穷嘅情况仍然持续恶化。2016年最新嘅贫穷人口数字超过135万人。
是自2009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长者贫穷情况更严重，每十个长者有超过三个人是贫穷。我今天希望大家落到嚟咧，系话翻俾大家听，话翻俾一啲老人家听，我哋系冇忘记佢哋。旧年平安夜，有过百人喺深水埗集合，佢哋系响应号召，向街头嘅基层老人派发物资。发起人曾志浩 Benson 已经连续第七年搞呢个活动。佢哋沿住深水埗大街小巷，遇到上咗年纪嘅拾荒者、摆档嘅小贩。都食环署外判清洁工，就会睇下佢哋有啲咩需要。我有啲颈筋，下个礼拜天气冻，我有啲颈筋。你要边条？俾你拣，俾你拣啦。而家原来香港嗰个贫富悬殊系有一好大班嘅公公婆婆系佢冇选择佢嘅权利，佢系真系嗰可以消极啲叫既来之则安之，但系系咪真系可以咁样样咯？中意惠康定柏街？难咯。唔系你中意去边间？当一个老人家退咗休嘅时间，就算佢年轻嘅时候好勤力地做嘢，好勤力去储钱，但系晚年嘅时间，佢会担惊受怕地过活咯。佢哋系冇炒金同炒楼，佢哋冇参与炒炒买卖，佢哋踏踏实实地过活，佢哋冇做一啲即系真系叫做资产投资。深水埗一直是香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不少基层长者在这里挣扎求存，包括在这条后巷执纸皮的李婆婆。去洗碗啊，做咩？我又冇力做呢啲行啊行啊，喐啊喐啊呢啲工呢，几重我都做得，几辛苦我都做得。69岁的李婆婆日头做食环署外判清洁工，时薪是最低工资34.5，由朝早6点做到下午4点，收咗工就会去执纸皮。后巷环境恶劣，李婆婆淋纸皮的水是后巷坑渠的污水。用人家啲洗衫啲水。呢啲水我嚟塞住塞住，等阵我湿咗纸皮，我就开咗咯，开咗水走咯。即系你唔湿啲水呢，又轻好轻，又冇买到钱，又要湿少少水咯。湿少少水呢度又好推啲，就冇跌。你唔湿水呢，就一推咗就跌底地啦。睇车。呢一车纸皮系李婆婆前一日执噶，佢趁回收店收铺之前去变卖。睇车，车仔装满纸皮，去回收店嘅路程要成20分钟。有时我推都有好多啲好人嚟帮我推上咯，即系过马路呢度咯。买咗41.6，真系70几公斤。即系头先依车嘢系70几公斤嘅。系啊。哇，重唔重啊？梗系重啦。到入黑，李婆婆都冇停手，又去执纸皮。有时8点，有时8点几咯，就去养铺头收纸皮咯，收垃圾咯。收人纸，人俾纸皮俾你，你跟人推一垃圾去抌咯。到啦，到执纸皮啦。唔该，姐姐。喂。哎，冇人家很差。哦。就是摆车呢度咯，就推摆好咯，唔俾人偷咯。执咗6个钟，有过百公斤嘅纸皮同埋垃圾。李婆婆话做清洁工人工好低，储唔到钱，
所以就算就快70岁都不敢退休。做得我都做，政府呢咁大，负责呢又好大，我呢唔想攞当援，我想呢自己去搵啲钱留到以后几十岁自己用。深夜11:30，整理好纸皮之后，婆婆终于可以收工了。她一日做足17小时，每日如是。即系又食啲嘢，就系12:00就瞓觉咯。一日都系得几个钟瞓觉嘅啫。系啊，4个多钟。我唔明白到点解今时今日有过万亿嘅储备嘅香港，一啲70、80、90岁嘅老人家，食物同生计都要靠个垃圾桶，唔系靠个政府咯。我呢个问题成日都问嘅，系冇人答到我嘅。我只可以告诉你，是当个社会病态到一个极端，当病态变为常态，其实是一件很变态的事。婆婆，Hello， 婆婆。慢慢，慢慢，慢慢，小心，小心，慢慢啊！唔該，爸爸。呢一日，一班義務做維修嘅師傅去土瓜灣一個唐樓單位幫手做維修。慢慢坐低先，坐低先。又唔識英文。係咪？欸，我都唔識啊。英文呢啲字咧，唔識得曬，對鄉下都唔知。咁你後生嗰陣時喺香港做咩㗎？香港。啊。車生，小心，小心。关婆婆86岁，是这个单位的业主。维修师傅来帮她整风扇电掣，但就发现间屋问题都不少。其实本身她这里的电那些都旧的了，本身都她那些胶老化，所以她的扭掣整个脱了。婆婆用的时候一按下去就会整个脱了下去，就会有触电的危险。这个单位残残旧旧，但是就是关婆婆挨了一世仅有的资产。现在去到晚年，没有工作能力，没有收入，连维修的钱都比不起。我间房间一用是一刀一嚿石子下来，我口把扫把扫它，在那竹篙顶它下来，顶下来扫完它竹篙，又是那样，这么大。好像冇扎親個喉啊！我同我整呢度，阿周格同我整呢度，佢係200蚊啊婆，咁啊遊翻個百嘅咁，咁啊200蚊，200蚊好吃力噶，阿婆阿婆咁噶，得啊一個月1000蚊，即係今個月後606蚊入醫院，另外喺醫生，另外喺醫生喺3次。我同个先生影个结婚照，我系依一摆喺度。关婆婆喺呢间屋住咗50年，自从丈夫10年前过身之后，佢就一个人住，生果金系唯一嘅收入来源。边有一张唔攞？我有间屋噶嘛，有3个仔噶嘛，所以攞唔到。问个圣姑，佢圣姑话：你唔攞，每一个仔俾1000几百你啊，一嚿食嘅，使乜嘢攞啊？你知道現在賺錢艱難，不是他 有兒女又讀書 又浪費，跟著哥又哥的生活，我不叫兒子給的，他兒子給就好，不給就好，我 不理得那麼多，我自己顧自己。夠了，我今晚黑就夠了，又賺了輕的。捱了一世，他說僅有的積蓄是留來將來辦後事的，不敢大使。對於他來說，有层楼并不等于可以安享晚年。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发表网志，话官方制定的贫穷线只系计算住户收入、计算资产，大多数长者已经退休。34万名贫穷长者当中，87%人系非综援住。即系我觉得，亦都应该俾长者啲尊严，即系有啲系自住嘅。
唔能夠揀話，所以要佢哋賣咗佢，咁嚟計咗落去個資產度，所以佢哋又有錢嘅。當年嘅局長都係扶贫委員會裏邊，佢哋自己係用依把尺去生依把尺出嚟嘅。跟住而家啲數字唔好啦，跟住佢又話依把尺係有問題，咁我覺得即係有啲自打嘴巴咯。啲牙膏啊，要食嗰啲咯。你啲牙膏一膏啊，暈暈地啊嘛咁。司徒伯伯一個人住喺深水埗汝州街呢個100尺嘅唐樓劏房，租金4000蚊。佢又攞綜援同埋租金津貼，但係筆錢80%都用咗嚟交租。綜援5500幾咯，咁啊水電啊喺200幾咯，啊，咁啊剩翻幾百蚊。多咗啲水，多咗啲水，剩咁咪買餸食咯。自己慳啲啦，唔去街食嘢咯。伯伯以前係行船噶，佢9年前退休，點知一退休，太太就患上嚴重心臟病，醫藥費過100萬，用盡積蓄，依家可以話係一無所有。老婆入病床咪同我睇醫生啊，成日成日陪佢啊嘛，咁冇辦法啦。咁咪所以咪誒嗰啲退休金啊，嗰啲生活嗰啲咩嘢都使埋咯，冇辦法咯，好難捱咯。自己大佬你自己70幾歲，你嘅老婆走咗4、5年咯，嗰啲嘢有冇辦法咧？唉，伯伯2年幾之前開始輪候公屋，但係呢條隊唔知要排幾耐先至可以排到。喺香港。退休保障迫在眉睫，但系傾咗咁多年，人口越嚟越老化，上咗年紀嘅基層市民真正可以得到咩保障咧？有飲品啦，有毛巾啦，啊，咁呢袋咧就話係我嘅要基本上就話要聽日起身用嘅啲褲啊，啊，啲褲啊，同埋啲夜晚用嘅被啊咁樣咯。哇！一張籤嘅啫喎，係啊，因為通常夜晚太凍嗰時，我係會用睡袋，又唔用籤噶啦。深水埗呢個公園係阿權露宿嘅地方，佢喺呢度已經住咗5年。佢每朝早起身之後，就會將日用品收埋喺草叢，做個凍肉啦，同埋送貨啦。如果講凍肉嚟講，最長啦都成100年幾啦。因為我就唔可以長做啦，因為我自己身體唔係咁好啊。咁我久唔久就話自己冇使費啦。咁我會主動打電話俾佢喂，可唔可以我安排開1、2晚啊？因為我係攞啲錢嚟做生活費噶嘛。啊，咁啊可以足夠或者係頂嗰20多日到啊。57歲嘅阿權患有心臟病同埋肺腫瘤，離婚之後同太太同埋個女已經失去聯絡。佢冇攞綜援，一直都係打散工。有冇筷子啊？同埋醋俾佢。冇瓦遮頭，每餐都要出街食，但系物價越嚟越貴，就算打幾份散工，佢覺得都好難脱離露宿嘅生活。我每日嘅洗費瓦埋都至5至700蚊係冇得走噶啦，呢條數，即係你揾到一個月平均要2000日。呢一晚。阿權在公園球場看台準備度過寒冷的一晚。如果長期這樣過的人是比較是很沉和很悶的，因為你是沒有那個戰鬥能力在這裡，因為始終你睡在這裡，天氣或者會凍，晚上落雨的時候你沒得睡，你要起身走的。如果想幫到就說看看政府可不可以瞓街嗰扎人有冇啲特殊情形，係盡快係俾到細細間嘅竇口俾佢暫居咯。深夜時分，做茶餐廳廚房嘅阿楊啱啱收工，佢喺球場更衣室沖完涼之後，唔係翻屋企。6點鬆鬆啲咧，就俾人拍醒噶啦，即係佢哋咁啊，坑你呢張台喎，起身起身起身，
啊咁樣，咁啊你一坑咁你自己咪起身咯，你要識做啦。夜晚咧通常咧我哋即係都唔會太早去噶啦。我初出嚟咧瞓麥當勞咧，老實講真係瞓唔著，點瞓啫？趴喺度，坐喺度，坐到咧腰骨又痛，係咪先？阿楊後生嘅時候有穩定工作，三年前因為整親條腰要停工。好翻之後，一直都揾唔到長工。依家佢已經58歲，只能做下散工，每個月揾大約4000蚊。一個五字出頭咧，有陣時你去見啲工咧，即係可能佢都會喂得唔得嘅，做唔做到啊？變咗唔穩定啦，嗰陣時開始已經。呢几年积蓄都用晒，两年前被迫开始喺快餐店过夜做麦难民。租房又一个好大问题咧，搵咩钱去租房啊？系咪先？嗱，而家租个房大家都知噶啦，最起码都一个月按金，一个长期又要交水电嘅按金，咁你起码揦埋都成万冲啲蚊啦，边度负担得起啫？咁你麦当劳都周围都有咁啊？最好的最好選擇啦，係咪先？又唔使錢啊，有瓦遮頭。瞓咗五個鐘，朝早六點，阿楊起身，又係一日嘅開始。邊個諗到咁長遠啫？即係而家目前我都仲瞓緊麥當勞嘅。啱啱先揾到份工去做嘅，咁啊樣樣嘢都係將來式，將來點而家未知，點樣去養老？我覺得如果係啊，好理想，但係做唔做到咧？